又是为您，庄凯勋、李明顺、李春所主演的电影《目击者》今天举办杀青宴，这也是徐伟宁继《红衣小女孩》后再次和导演陈伟豪合作。不过算一算，伟宁好像一连三部都是悬疑片哎，不怕被定型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不太一样，然后他要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。那下期就回家不会阴沉了？其实蛮阴沉的，就演完这一出戏之后就。趁今天杀青，就说多喝一点。至于一直喊着要和老婆范文芳生第二胎的李明顺，则是电影戏剧皆不停。你这么忙，哪有时间生小孩呀？再怎么忙，还是会有机会。我机会是人家找出来的啊，积极，所以生活会比较充实一点。一边忙工作，一边要赶回家啊，时间到要回家哈。在等老天爷掉下来给我。